Hello， 大家好，我是玲玲，今天要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就是之前 Q&A 200订的福利，你们提出的问题。好的，那么废话不多说，直接来。首先第一个是订的问题，有最喜欢的动漫吗？其实喜欢的动漫蛮多的，像是《文豪野犬》、《鬼灭之刃》，然后《花子君》，还有那个《利可利斯》等等之类的，其实还有很多啦。那说最喜欢的吗？应该是《利可利斯》吧。对，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其实以前我是蛮喜欢那种校园风格、校园恋爱风格类型的，不过就是觉得蛮喜欢利可利斯的，不管是画风或者是我还没有看过的机械类的动画，对，就是我现在还没有看过机械类动画，而且我觉得利可利斯虽然说有悲也有喜，应该说每个动画都这样，所以就是特别比较喜欢利可利斯，我也说不出什么原因，喜欢就是喜欢。再来是兔兔的问题，第五有什么目标吗？说实在的，其实我第五没有什么目标可能有些人目标就是想，比如说调香拿 C 牌、B 牌、A 牌，或者是红蝶拿什么牌子啊。可是我对牌子那些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啦，就是牌子就是一种象征性嘛，就是代表你有多强，那个认知分很高啊，对，就这样。再来是最讨厌的求生监管，求生的话最讨厌讨厌的应该是那个很爱挑衅的那个什么，很爱挑衅的慈善家，还有勘探和咒术，因为他们都是些比较麻烦，然后又有点挑衅的感觉。然后最讨厌的话应该是，这题有点难那我选勘探好了，因为勘探不是可以上下吸，还有一边吸来吸去，就会很烦，然后他就会拉高你的怒气值啊。咒术的话还好，咒术就是一下子而已，可是勘探还会晕眩个两秒吧。然后监管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鹿头或靓仔吧，就是会玩的靓仔的话，你很容易就是被他打个双刀，因为他会玩的话，他那个操控力很好。啊，鹿头的话就是，鹿头他的技能就是可以一直在那边勾勾勾，然后就一直被勾，然后减缓降低速度，然后就被打一刀，然后就被打死了。而且他 CD 好像蛮快的吧，是吧？然后是为什么喜欢玩第五？主要是一开始是同学介绍我入坑的，我永远记得那时候还是英文课，国小的英文课。然后对，然后说回正题，就是他的风格就是蛮特殊的，而且还有那个打法，还有人物的设计，以及一些有点推理性蛮高的那种故事剧情。有些人说会觉得太那个笼统漫长，但我是觉得还好，因为蛮注重剧情的，就是那种感觉我很容易投入其中。然后因为你们也知道，那个玩久了，你收集的皮肤越来越多，你的账号的价值也就越高，所以你就一退坑的话就会有一种再回你退坑再回来的话就会有一种失去很多的感觉，如果你把那个你的账号都删得一干二净的话。然后我会赶快300订的，加油。接下来是饥荒的问题，最喜欢的偶像，喜欢的偶像的话是 BTS 啊，里面最喜欢的话应该是金泰亨 V 吧。虽然说我一开始是喜欢田就国 JK 的。那最怕的动物或昆虫，我其实跟你一样害怕大喇叭，就是那种我怕蜘蛛，是那种小只都会不敢靠近的感觉，连碰都不想碰。好的，今年的目标达到500订吧，虽然说这好像有点难，不过也不是不可能，对吧？好嘞，接下来是黄昏的，玲玲喜不喜欢黄昏？
当然呢，瘦了小可爱当然都喜欢了，怎么可能会讨厌呢？对吧？再来是92的问题，有考虑入坑原神吗？都，这个我没有打算入坑原神呢。然后啥时候露脸？其实已经有露过了，就是在之前放在的那一张照片，代替了那张照片，只不过当天就被我删了。我记得是11:30的时候吧。然后有 DC 吗？没有呢，现在电脑坏掉还没有买啊。可是手机也可以跟 DC 匹配啊，不是吗？然后是零还是一，就是是攻还是受，这个问题有点令人尴尬。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是攻还是受，就你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示，我只能跟你们讲说我通常都是被动派的。好的，下一题。下一题是维之问的问题，请问最喜欢的角色是什么呢？你是红蝶，我也是红蝶啊，他是我的本命呢，怎么可以不喜欢呢？强，漂亮，追击性又很高，所以我很常在玩他。之前也是只玩他一个，然后之后就增加了鱼女。再来是梁天问的问题，有打算玩传说对决吗？我是没有这个打算。我知道传说很多人在玩，我们班也一大堆人在玩，就是从以前就很疯狂的东西，可是我对传说的玩法没有特别的兴趣。它的玩法不就是像那个英雄联盟那样吗？对，我是没有那么兴趣啦，所以应该不会玩。最后是色部问的问题，我是男生还是女生？听声应该都知道我是女生吧，而且我那个，难道我字界上面没有写吗？好吧，反正我是女生不是男生哟。好啦，以上就是各位小可爱们在 Q&A 活动中所问的所有问题，那希望我的回答没有很潦草啊，也有帮助到你们，让你们更认识我哦，然后也有解决一些对我的疑惑。那么200定，虽然说现在已经205岁，一直在上上下下，可是还是希望有你们的支持，然后也很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在线上网络的陪伴，然后陪伴我一直努力到现在，我很感激。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